来了哈，咱们直接进行。腰三合同综合症也是咱们腰椎基础病的一种，它是由于咱们腰三的横突出现了充血水肿所致。腰三的横突出现了劳损充血水肿所致，导致的腰部呀有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呀？酸胀感，疼是隐隐的疼，酸是明显的酸。记住这个特点哈，我跟大家说的这些特点，你听听是不是患者在诊所里给你说的那些话，我这个疼，这个腰呀酸的明显是不是有这样的话？我这个疼呀疼的也不是厉害，有点隐隐的疼，是不是有患者跟你说这样的话？这样的都是腰三横突综合症的典型的特点，叫明显的酸，隐隐的痛。而且腰三横突综合症一旦引起腰痛是范围痛，咱刚才说的膨缩是小范围痛，腰三横突综合症腰间盘膨出啊，小范围痛，小范围的疼痛。腰三横突综合症一旦疼痛，范围痛，范围痛，范围痛，一片一片的疼，但是是隐隐的疼，就在这个位置，具体的理论咱们还是到课程里跟大家，咱那个199里哈，课程理论都有哈，咱们直接扎，直接给大家扎上，做个棉球。我们同样针对的还是咱们的充血水肿点，它本身就是充血水肿腰三横突的充血水肿点呢，我们把针留在螯线处针，也是巧哈，也是巧，朋友们，我就说嘛，所以一切都是缘分，刚好咱们刚才画的这个线缺口就在这儿，这个腰三横突的范围啊，它还刚好就在这个范围内。大家可以看一下，腰三在这儿，腰三横突综合症的充血水肿能到它，比它有多远？看看，腰三的棘突在这儿，腰三整个椎体的范围也就在这儿，也就到这儿，这个是棘突，这里是椎体的范围，差不多这么宽，给你这个题型，你看看，腰三横突都到哪儿了？到腹侧壁，到棘突差不多都到中间了，看到了吗？它离棘突很远的，刚好就是咱们刚才没画线，或者线刚才没画出来的这个位置，刺到哪里啊？刺到充血水肿上。现在绝招不是绝招哈，要点又来了，到什么地方呢？我现在用的哈，这个是两寸针，手下出现什么呀？咯吱一下，像沙子一样，你比如说插到一个沙粒上，沙粒弹走了那个感觉，咯吱一下，这个感觉，这是针对腰三横突综合症。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腰三横突综合症，特别是年轻人哈，他的腰椎病变、腰间盘突出、膨出、脱出、滑脱、椎管狭窄、腰肌劳损这些慢性疾病多数都是从腰三横突综合症开始的，千万不要忽略咱们的这个腰三横突综合症，明白吧？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病，而且大家可能觉得腰间盘突出或者腰肌劳损是腰椎病变里发病率最高的了吧？其实不是，腰三横突综合症才是。你在治疗每一种腰椎疾病的时候，我都希望所有的朋友通过咱课上讲的这个触诊法去摸一摸他的腰三横突有没有病变。有些时候你给患者做的非常的好，但是他的腰感觉还有点疼，那你一定是忽略了他的腰三横突的问题了。腰三横突的问题出现充血水肿以后，往上疼能疼到肋骨，往下疼能疼到骶骨，不能忽略哈，近针夺深，每个人不一样，他的充血水肿量不一样。我现在两寸针剩了有多少？剩了半寸，但是大家放心，还记不记得我给大家画的这条线？看一下我画的这条线，就是咱刚好这个针往上一点的这条线，是什么线来着？还记不记得？我用的是毫针哈，我用的是毫针，还记不记得这条线是什么线来着？朋友们，告诉新进来的朋友，为什么敢扎的？为什么每节课都敢扎？为什么线下班的每个同学都敢扎？为什么？叫安全线哈，这个线叫安全线，
下面的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啊，知道吧？因为咱有安全线的存在，所以咱肆无忌惮，嗯，不用怕。看一下，嗯，这个就是咱的安全线，看到了吧？这针哈，这是一个两寸针，啊，从这个角度看一下，13的脊突在这里，这个方块呀，啊，基本上就是腰椎的这个椎体。你看13横突的都到哪儿了？离腹侧线。你看脊突13横突，然后再到腹侧线，这距离基本上是相当的。这个13横突呀，都快到这个腹侧线的边缘了，这个中间了哈，所以它距离椎体相对来说有点距离的哈，明白吗哈？咱们出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两寸针，画的针标准，我画的标准，我刚才你光说我这个泰康理疗，杨老师画的标准，扎的不标准吗？就刚才这两针，线下班同学们扎的不标准，这两针能进去吗？这两个三寸针能直接进去吗？你得，我是为了讲课画的那个啥，知道吗？我自己扎，我从来不画线，我直接用手，因为用手这里一卡，这里一掐，那么好，就是这里直接就扎了啊啊，咱们出针啊。进不去，哪里进不去？进不去说明扎的不对哈，朋友们。啊，如果您没有进去，说明扎的不对。啊，咱们这个腰三针，特别是这两针啊，这一针有可能由于人的结构不同，有的人呀，这个骶骨后移呀，啊，或者说下面的这个骨结构呀，天生异常啊，这一针腰眼穴有可能进不去。你要说大肠腧和关元腧扎到骨上，那你一定扎的不对。啊，这两针扎到骨上，扎的一定不对。啊，有功夫是吗？扎针灸太棒了，一会儿再给你们露一手。杨老师说说丰胸，你们还想丰胸？教了那么多人了，还想学丰胸？还有多少同学没学杨老师的一针丰胸的？我教了那么多人一针丰胸了，你们怎么还没学一针丰胸？吴老师哈，扎到骨不对哈，扎到骨不对哈。啊。有多少同学没学过杨老，真没学过吗？学过的同学不要说了哈。没学过杨老师的一针丰胸。是真的吗？是这真都没学过吗？你们是这样这样，我问的不对。啊，实战少壮派是吗？啊，少不少壮应该少壮哈，实战绝对100%是。我问的不对哈，大家不用说没有了。咱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学过杨老师的一针丰胸的同学扣个8行不行？学过杨老师一针丰胸。